Hello，线上的星云学堂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那很开心呢，能够在线上再度见到大家。那今天我们是线上的讲座第二场，那我们要来分享的题目是植物饮食疗愈与人生转折。那今天非常荣幸呢，邀请到两位这方面的专家，伊莎贝拉跟 Julia 老师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两位老师呢，一位是植物甜点烘焙职人，一位是香草料理达人。那他们两位呢，都是有一个因缘际会来跟我们的就是植物有了深刻的连结，而翻转了他们的人生。那他们呢，今天就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人生的转折点，以及他们怎么运用这样子的植物的饮食来融入在生活当中。那讲座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讲座呢，总共呢会进行1个小时。那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全程的话，所有的听众的麦克风都已经先帮各位关静音的。那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们是采留言板的方式来提问。那在最后，我们会留个5到10分钟来让老师回答各位的问题。那最后呢，我们结束之后呢，会有一个线上的问卷。那再麻烦大家拨空2、3分钟，帮我们填写一下，给我们一些意见和回馈。那最后呢，我们就是我来看一下简报，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那个可以帮我，这个简报，我要听一下，不是我要下一页。最后。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座内容呢，是我们 Isabella 的老师就是用植物的力量开启一场温柔的对话。那现在我们就把我们的就是这个主持呢，交给我们的 Isabella 老师。那我们以热烈来欢迎 Isabella。嗨，大家好。是本人第一次呢，用这种线上的方式跟大家，就是分享我的人生的故事。我觉得好有趣哦，有点紧张，然后有点不安。但是我觉得就是用一种轻松的心态，然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两个女人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在这个人生的下半场呢？然后会就是有人生这么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反正我们就今天就是听听我跟我的好朋友 Julia，然后来一起分享这些整个心路的历程。谢谢大家，加入这个视讯的这个线上的讲堂，谢谢信义学堂呢，然后邀请我，然后还有城邦出版社的邀请，然后促进了这次的第一次的线上的分享会。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那我这里呢很开心，就是Julia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大家好，我是 Julia，很开嗨。心哦。我们家现在其实外面是下大雨，但是我觉得透过这个线上很棒哦，可以让我们凝聚，不是只有台湾，可能还有在海外的朋友，对，在线上分享。我现在台北，你在桃园嘛，对不对？是，那我们今天不约而同都穿了绿色，真的，都爱植物，爱大地嘛，真的，我今天差点给你撞衫。是，然后，其实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也可能是因为出了一本书的关系，所以你看这本书就是《Vegan Baking》。它其实是我在我去年底的时候跟城邦出版社呢合作呢出的这本书。那因为这本书的关系，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开始公开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个纯植物甜点上面的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技巧，包括还有我自己的整个的人生的整个一路走来的这些很有趣的过程，这样。
那所以其实我本身不是做烘焙的，我是个烘焙的素人。像 Julia 其实也是，她以前也不是吧？我你不也不是，我是。是家庭主妇，我是专职的家庭主妇，非常奇妙，嗯。像我呢，聊到我这边，我其实从小呢，我的长才其实就在于，像美术方面的那种艺术方面，我就是班上或者学校那个画图最厉害的那个人。但是呢，一路走过来，我大概很清楚知道说，哦，我的长处在哪里。所以毕业了，我就一直走关于视觉啦、美术、广告类的工作，从来都没有变换过。我就觉得我一生可能就是用这个才能来吃饭、来维生，这样子不会饿死。也蛮幸运的，我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怎么讲，谋生的工具了。那 Julia 的，你的愿望是啊，不是你的之前是一个家庭主妇嘛，其实也是是，嗯，的愿望。说我的 愿对望呀、啊，啊，对应该啊，其实。是一路上碰到生命，当然就是碰到那个恐慌症的转折，然后才会一路上踏上这个香草的这条路。对，我是因为这样子，那当然现在就是把这个推广香草生活素食当成是一个我终身的职业。对。对啊，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共同点就是转了，在这个是，下半场，真的就是，是转了一个很好的弯。那刚说到我是从一直走设计类的工作，但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怎么会突然间，会变成一个做甜点的人呢？”这很突然间转，而且其实我说真的，我是。我目前我不瞒大家说，我现在49岁了。然后我是在12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就是真的是因为看了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就是叫《地球公民》，名字叫做《Earthling》。这个影片呢，它其实是去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男主角他所监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如果大家有兴趣说，欢迎你们可以去搜寻看看《地球公民》这个纪录片。那因为这个纪录片当时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这样胡乱点开了这个电脑的这个 YouTube。在看，就不小心点到这个纪录片，点开来看，哇，我真的是哇，我能说他真的是太震撼了。他把我自认为我是一个非常爱动物的人，我爱猫，我爱狗，甚至梦想我要住在动物园里面的这样子的人，但是突然间看了这部纪录片，他从食啊、衣啊、住行、娱乐方面、医药方面。各个不同，我们人类在这种经济活动的这种下面呢，看到整个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真正这样子看进去之后，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是伤心，再来是不可思议，然后有很多的情绪在短短那个一些时间就这样子，好像人生就突然间被打开了，还是怎么样？那个好像整个门被打开，另外一个世界展开了。我不能说那世界，但是那个让我突然间就是决定，我当下当天晚上就要吃素了，所以我很确定我要这么做。那就是我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开端。那这个开端其实影响了我之后所有的选择跟决定，因为我觉得刚刚那部纪录片它所讲的就是动物在被人类利用的状态下，的所有的真实的，怎么讲，记录。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我没有去回避它，我也没有觉得我有任何的理由说啊，
去别开我的脸，或者是我不去看不去听，然后这样子，所以我真的就是回应了我看到的这些事实，然后当下做出了我人生中的转变，我抛弃了37年的饮食的习惯、消费的习惯，然后我整个大脑是整个是打开的。然后我想这个故事就是也不算是故事，这是一个事实啦。然后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有这样子的冥冥中我走到了这个点上，然后去触发了所有的，就像一个触媒一样，然后让我的后半段人生有了很丰富很丰富的一个展开。讲我的故事哦，其实等等我还要访问一下 Julia 的故事，所以我这个地方就把我的故事讲，因为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嘛，对不对？那你说决定要吃素了怎么办？我突然间，我这个好吃鬼，我很爱吃美食，我肉不欢，这种很爱做菜，很爱煮肉的料理，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突然间转呢？这样的转我要面对的是什么？当然第一个最严重就是吃这件事情，所以植物饮食这件事情在我转念之后，就是去大量的搜寻这个 Google 的资料，拜托 Google 大神来救我好不好。所以在所有的国内国外的资讯下面，我发现我原来不是一个孤单的人，因为好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因为这部纪录片然后完全被打中，然后就整个翻转了人生。对，然后那翻转之后当然是面对吃，我该怎么吃，我要怎么找吃的，然后我要怎么消费，我看面临每天的 不一样的选择，然后每天也面临了我不断的放下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开始去想我到底可以为这个世界付出些什么，为这些正在经济就是怎么讲这些经济动物我可以为它做什么。因为我以前把它们当作食物鸡鸭猪啊鸟羊这些，但是我后来因为这部纪录片，我开始觉得它们不是我想的那个食物了，它们是活生生的觉得动物就是跟我们觉得它们很可爱的猪羊都是可爱的。突然间把这个印象叫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必须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在这个当中决定的整个开始过程，我就在寻找说我有什么可以做的。所以那时候也是因为好奇嘛，所以我开始找吃的，然后发现这个世界上纯植物的甜点竟然这么少，所有的甜点我几乎不能吃真的都是有蛋有奶。所以在这个当下我决定了我来试试看，就是一个甜点的素人呢，开始在自家的厨房，就像 Julia 一样从厨房开始的对不对？对，厨房很棒。然后厨房开始 这段这个想法很简单，我吃不到我就自己做。那我自己做的当中，我就开始很天真的开始在做。当然这中间真的是不管是食谱的参考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其实中间其实有2-3年时间都在做这个自己在家的比如说每天下班的1-2个小时我来做一下这个甜点的研发。那我没有想到太多，我就是想说我必须这么做，我也不觉得我不会做是个问题，我就觉得做就对了。做着做就是从失败的经验中不断的找到好像有那么一点眉头了，然后开始找到那个甜点配方的黄金比例。然后这个过程其实花了大概2-3年的时间，然后那时候我都还在上班，所以可是到后来呢，其实我就想了，没关系，我也不急。有人说那个10000个小时的定律，其实10000小时就是你累积下来到10000小时，你就会是一个某方面的达人。
那这个概念就是支撑着我说，没关系，我等到我白发苍苍的时候，然后我还可以可能在一个街角，然后开着一个小小的小的甜点店，然后白发苍苍老太婆在那边卖甜点，然后养活自己这样。然后如果有人愿意听我怎么做，我也可以教他们是怎么单纯。但没想到，其实吼，就是这一路，我觉得老天爷真的是冥冥中在帮忙，所以他你在开始下这个愿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速度，你会觉得冥冥中怎么这么多的帮忙一直在出现，也在出现，人是转都在顺着这些你的念头在转，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我的力量，这只是我念头开启，我说 yes 的时候啊，开始这个宇宙就开始是愿力了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只能说，从十二年前开始，我的心里不断不断说好感谢，我一直在感谢东西，感谢东西，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美好了。我相信 Julia 一定也有跟我一样的感受。那没错，你的转变，你可以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这么在香草界里面出了这么多，然后开了这么会，然后成为一个是。香草的一个达人，你的转变到底是什么？我想跟你跟大家说说看。好，没问题，我用投影片跟大家分享好了，好不好？好的。你等我一下哈。老师，刚刚线上有人说，可以请你再分享一下刚刚你说的那个纪录片片名吗？它叫《地球公民》，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它其实在2003年就已经有上市了。那它是所有西方世界成为纯植物饮食者的影响最大的一部纪录片，很难直视，可是它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很多人。哎，有不敢看的，有人看了就真的会做出改变，这样。好，这个是我的投影片哦，那我就简短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有限哦。那其实我跟植物的遇见，其实是因为我大概千禧年初就是恐慌症第一次发作。那当下其实，我觉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个生理的那个不舒服非常的可怕，就是会觉得当下就不能呼吸，然后自己真的就要死掉了，真的是这种感觉。那当然，第一时间呢，还是就是去找习惯性的那种西医，所以一开始我是看了身心科。那就是在看身心科的这个期间呢，其实我就还有接触花精疗法，跟那时候还不太流行的一个远距的疗愈，一个灵气疗愈。那当然，这期间呢，我也就去。我常去内湖花市，然后呢，以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注意到香草，我只看到缤纷的花，我会买花回去种。但那天我觉得，就像培培刚说的，有时候老天爷好像就在那个 timing，他就拉了一个东西在你的视线。于是我那天转了一个平常不会转过去的弯道，我就看到了香草，我就被它吸引过去，然后我就开始一盆一盆的搬回家，然后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用。那时候大概是2000年初，也不晓得怎么用，那就买书来看，然后自己把它拿来泡茶、做料理呀、反正就是乱玩，然后照顾它。那我也觉得非常的奇妙哦。其实就是在那一两年之间，接触香草，然后当然也有看医生、看身心科。但是后来呢，当我在生活里面，就是更把香草融入，然后更在生活里面花大量的时间去照顾香草，我就发现说，诶，它就疗愈了我耶。我后来就其实没有再去看医生，一直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嘛，已经十多年了，我觉得都快20年了，今年已经2021，对。那我也觉得这个其实
说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就是植物它就这样子进入了我的生命里。那后来呢，其实我就住在台北市，那我觉得我好像灵魂受到一种自然大地的感召，我觉得我想要种更多香草，于是呢我就非常真的很快，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搬到了桃园的城乡，在桃园跟林口中间靠近山路的一个住宅社区。那我就你们大家头一边看到这个就是我第一次承租的一块地，那时候两个儿子，一个小学二年级一个三年级，下课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一起去耕种，一起去种香草，然后他们也觉得非常有趣，当然现在他们没有跟着我一起种了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颗种子，就你不晓得未来，就好像我碰到恐慌症，我去回想到小时候我在乡下长大，植物带给我的力量，我去想到爸爸带着我种植物的那个过程，于是我好像也复制复刻在孩子身上，那我相信未来对他们一定都在人生的难免会有的困顿转折，我觉得他们会体会到植物的力量哦。好，那接着下来这个事哦，后来呢那块地有一些状况，于是我又租了另外一块地，那这块地就是我自己一手打造哦。你们看到这些红砖呢碎石呢是先生跟儿子他们去帮我买回来的，然后我就说好吧，他们看起来不是非常想帮我，我就说没有关系，我自己来，我也乐得自己来，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哦、那我就开始铺，你看就铺碎石铺砖头，然后就种了很多很多的香草哦、然后就每天呢、你看真的非常多、我有好几个那个花坛，然后我就规划茶饮香草、料理香草、会开花的香草、然后给大家看，这个是我忘了应该是2012-13吧，因为我是一个香草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薰衣草，于是呢我也很向往那种南法普罗旺斯或是北海道那一整片的薰衣草，于是我自己就种了这个齿叶薰衣草一整片，其实应该只有十来棵，但是你知道吗，当它全部盛开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还找朋友来，因为我觉得我只要蹲下来我就想象我在一片薰衣草花海，对，然后我就采收它，剪成用竹篮把它这样子剪成一篮，我觉得那个植物的疗愈力跟能量就是满满的在我的生命里。那左边这个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是结球茴香，那一年我种了很多，我采收了这么多，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哦。我还记得那天一大早我其实就直接把那个茴香的根茎，他们还有沾了很多清晨的那个露水，我就直接拿来啃，那那个八角的气息真的就是非常的生津解渴哦。好，所以这个是我的香草田。那后来呢我觉得也很妙，因为香草的关系，我就一路有一些邀约，然后有一些课程的邀约，然后有一些专栏的书写，那后来也我觉得也很妙，因为部落格一时兴起，那个时候兴起，那就越来越多的人说，哎，老师我们可以去你家吗，因为看你拍照的角落感觉蛮想去体验你的香草生活，那于是我就把自家就开放了，就变成一个香草蔬食料理餐会、哦、那这里呢当然你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是我后来一个好朋友帮我重新装修过的哦。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岛厨房，我其实现在就是在这个中岛厨房的吧台、哦、在进行这个线上的讲座，那我就发现呢大家就在这边一起做菜，然后如果说那个时候那个季节花园的状态还可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会带他们去花园一起采摘香草，认识香草，然后再一起散步回来，在中岛厨房做菜，然后一起料理，其实这个时间非常长，有长长六个小时的时间哦。好，那左边这个呢就是后来我常说我是一个重度香草迷，后来呢我不论去哪里旅行，我一定要去找他们当地人是怎么在运用香草，他们有什么特色的香草或者是香料，他们怎么融入他们的料理跟他们的生活，这个是我的重点哦。所以这个相片，这个是我2018年自己送自己的50岁生日礼物，一个人去法国33天，那这张照片其实是一个路人，我请一个路人来帮我拍照，你看我有多开心，嘴巴笑得咧得非常大，因为我你知道吗，就是很想整个人躺在那个薰衣草花田，纵然旁边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蜜蜂。好，那
我的故事大概就分享到这边，但是最后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恐慌症发生的当下，一直到现在这样将近20年，我回头看，我会发现这其实真的是一份生命的礼物。好，但是说真的，生命的礼物它通常不会是绑好缎带送到你面前，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去拆解它，面对它，去转化它，你才能够发现说啊，原来这是一份祝福。然后拆到最核心，你会发现那个核心其实真的就是去让你找到生命的爱，无论是自己的爱、家人的爱，或是你亲朋好友的爱，或是天地万物的爱。所以我常常会觉得说，这10多年、20年，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爱的炼金术过程。我后来发觉是这样子，对，所以我都很不讳言的在各种场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怎么样从恐慌症一路走到目前。然后我不会用达人称呼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喜欢过香草生活，把它融入各个面向的香草生活传递者。好，谢谢培培。嗨，一口气讲了好多哦。真的，我觉得浓缩。不想要为什么，就是接触的时候好像都会被受，就会受着大，非常怎么样？我会觉得被大地宠爱的感觉，是，应该更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其实都在厨房嘛，然后你的场域是会更户外做更多，是，我是把所有的香草呢，把它用在我的甜点里面，比如说你看哦，我们说一下我做甜点那个。这个概念好了，其实我们用植物这件事情，我们 当初有大概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实甜点是从埃及开始的，这么久了，3000年之前就他们就在整个的那个考古学的那边，他们就发现他们只能会就他们的祭祀台上就满满大概多达16种的甜点跟面包，所以这么早。甜点历史到近200年的法国把这个甜点带入到更兴盛的这种状态，目前来看呢，甜点它已经成为一个算是一种定律吧，但是你要去做出这个的时候必须都是要带着爱还有决定，其实你如果没有爱，其实这些决定是很难支撑下去的，是，你说我是爱人吗还是爱动物多一点，其实我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应该说是正义感非常强的一个人，从小是母羊座的嘛，所以母羊座呢这个正义感特别强，所以我在看到这些弱小这些纯粹的生命但是却被这样子不人道无情的对待的时候，那个整个的正义感跟爱就整个就被唤起来了，所以你因为这样的去行动的时候往往这个决定会特别的强大，我觉得这个是因为背后有这个力量去支撑，所以像你是因为爱自己你开始觉醒了吧，就是哦，现在这种很让自己不开心的一种恐慌的状态，你因为爱自己所以做了一个往前推进的动作，你并没有真正容许一直处在那个当下，我觉得人可以往前走的这个用意就是我们可以改变现状，改变现状不同的面向我们都可以做，所以现在有一个叫做我今天看了一个说法就叫微行动，所以微行动跟以外有点像，就是你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在你心里想做什么或者是你想要执行什么行动的时候，你累积，你的想法也好，行动也好，花一点点的时间，然后他就称之为微行动，跟最近的那个最近大家都在微这个字，微OK， 所以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女人家，因为每天在进行这个微行动，哦，不论是不论是爱动物也好，爱这个地球也好，延伸出来，对，这微行动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是，嗯，好 ，Julia， 你可以帮我把你的那个简报。好哦，好，来，接下来要说，看一下最哇，现在与会者89个人嘞，嗯哼，真的很谢谢大家来参加，然后我们先，其实我想要说，我们刚刚讲了两个的故事，对，嗯，这些故事当中，很多人会讲。那到底植物生活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只是讲到我们的转变，到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好处？我觉得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过程。好，稍等一下哦，等你哦，我等我一下哦。我们第一次还会用这个。系统哦 ，Julia 老师，你好，先停止分享吗？哦、OK， 那你先停止分享 ，Isabella 才能分享。好，好，我停止了，这样可以吗？可以吗？等一下，我再进来一次，你再分享一次。好，我再重来一次哦。好，嗯。好的，那你待会说话的时候可能稍微往前面一点，麦克风声音会比较清楚一点。哦，现在有看到啊？有，有的。好的，这里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啊，你们两个的故事，其实很多人应该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放下我的多年的习惯去。真正什么叫植物饮食，你说穿了有人说啊，你不就吃素吗？但是其实不是、欸、其实像我成为一个 vegan， 它最它不吃素只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小小的面向而已，它其实还包含很多面向，比如说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注意背后的成分，它是不是有一些动物性的成分，或者我的衣服、我的皮鞋，我到底是不是用到动物性的成分？像这些每花一分钱都在做选择，所以这个是等于就是一个生活的，怎么讲？生活形态的生活价值观的改变，不只是只有吃上面而已。那我这边分享我这个12年来，我真的很确定我的选择是对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其实是都很有爱，其实像环保餐具的、真的大家都会带环保餐具、环保袋、重复使用啊，怎么样都会在 落实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为了爱这个地球，爱这个整个我们未来环境，其实这都是一个利他的一个实际行动的表现。但是其实在我开始转念成为一个 vegan， 所谓 vegan 就是纯素主义者，就是在你生活里面不消费动物这件事情，所以以国来讲就是一个 vegan。 那这个当中我到底体验哪些所谓的美好呢？我觉得这是美好，是吸引大家来呀来呀来呀的一些我自己做出的发现这样子哦。你看我第一个写到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有正义感的超人，因为我的脸书里面有很多爱妈，他们其实掏出了好多的钱，掏出了自己的甚至工作，然后全部都为了去救援这些可怜的流浪狗、流浪猫。那你看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其实很心疼，对，他们的爱这么伟大。可是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在选择消费这件事情，在餐桌上就可以拯救生命，因为你不消费，就没有人为了你要花钱
所以他替你去做了这些伤害动物的事情。所以某方面来讲，我们也就是决定了这个 整个拯救动物的行动，在我餐桌上我就可以执行了。嗯，这、就是让我觉得啊、哦，好欣慰，我每天有三餐，有三次的机会可以去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不需要花钱，我还可以喂饱我自己，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最有力量的环保行动。刚刚就有说，其实为什么跟环保有关系，最主要就是畜牧业跟整个环境伤害的问题。所以环境暖化其实跟畜牧业的大量的砍伐森林，然后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海洋，这样的事情其实它整个是联动的。所以怎么样最快的方式就是放下那个筷子，少吃一点肉，少吃就好。我们每个人少吃比一个人成为 vegan 还有力量。所以你比如说你每天本来要吃一块牛排，你可以改成肉丝嘛，对不对？这样子就少很多了。所以我们都可以进行真的很有力的环保的行动。然后这个环保的行动还有说到，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为了省塑胶袋吗？我有找了一个数据有讲过、哦、就是那个科学家有去统计，比如说你吃素只要吃一年你就可以省了11年的每天就是不使用塑胶制品的这个碳排放。因为这个两个相比的碳排放实在是差异真的是非常的可观。所以我们想要去做环保啊，减塑啊，减少碳排，其实真的吃植物真的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嗯，所以再来就是解决饥荒。很多人说饥荒有什么关系，他们那么远，我们台湾人那么富有，我们没关系吧？其实一点都没有。其实我这边有一些资料哈，比如说给动物的谷物里面，你只要一年的喂养所有的动物的谷物呢，这个量呢已经高达了所谓的10亿吨哦。我们怎么去算10亿吨？算不出来吧。嗯，我无法想象什么叫10亿吨。可是这个一年省下来把喂养这些畜牧业的动物的谷物省下来的时候，这些十亿吨的这些谷物呢可以供给35亿人，然后到2050年这么久，我们可以持续的喂饱所有的地球上的人类。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可是你想到我们如果把这些谷物都拿来喂养牲畜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很多饥荒就会产生，这是代表整个资源分配非常的不均匀。然后我们根本不需要参加什么真的什么叫饥饿三十，我只是感觉饿，可是我并没有真正的实际救援到他们。所以你看纯植物饮食多么的美好 啊，好多的美好哦。啊，再来是聪明消费，让你的钱进入到所谓的善的循环里面，你去支持的是有理念有观念，会保护土地，会保护动物会保护你身体健康的这些商家，然后促使他们呢，然后做出这种对人好，对地球好，对动物好的一些产品，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就像你看现在好多大的商家开始卖植物肉植物奶，然后出了好多，连汽车都出了 vegan 的车子哦，像特斯拉什么很高级的那个车子厂牌都出了 vegan 的这种概念性的商品，代表其实所有的商业行为都在 follow 我们人的需求。你有需求，他们就会整个经济的模式就会跟着转变，我们是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的，千万不要忽视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拥抱植物的天然疗愈力。其实现在讲到天然疗愈力，像我自己是过敏的患者，其实在我吃纯植物
之前，我是一个很皮肤严重过敏的人，然后在这个中西医都建议我先断掉蛋奶，然后去降低过敏的这种状况。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开始吃植物性饮食的时候，我以前过敏的状态好了非常多。就是我每年进入到冬天的时候，我的皮肤不再那么的干痒，也不会有湿疹什么的。就是真的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好的礼物。然后我不晓得大家对过敏有什么观念，但是因为动物性的这种动物性蛋白，它其实是非常容易触发炎症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发炎啊、肺炎啊、所有的感冒，都是属于发炎的一种形式。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疫情那么严峻的时代，就有很多科学家去研究说，哎呀，原来吃植物性饮食的人，他面对那个 COVID-19 的时候，他的抵御的能力非常的好，对，他是经过研究的这样。所以 这也是对我来说，这都是礼物，他对我来说不是美好，他都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个选择之后得到的，哇，好多好多好棒的礼物。最棒的礼物是呢，我没有写上去，我漏了一点，就是我认识了好多好朋友。对，很多人说，啊，我是不是就没有朋友了？我相信一定很多人说，是你本来的朋友还在，但是你又多了一群，哇，跟你价值观一样，然后非常能够懂你的想法的平，真的就像就好姐妹都是我在就是开始转念之后慢慢慢慢认识他们，真的觉得哇，我的人生更丰富更精彩了，就是放下了对身体不好的动物性蛋白而已。对，好，然后刚刚讲很多，其实这就是一些画面，想让大家更明白，我们每天成为一个纯植物饮食的人，你可以救了哪些事情？像你看，省了5000公升的水，哇，那个5000公升是多少啊？哦，还有救一只可爱的动物，然后右边我还可以省下18公斤的谷物，我还可以省下了9公斤的碳排放，我还可以保留了2.7公尺平方的森林。其实这就是我没有出任何力，我也没有花钱，我只是改变了我的饮食，我就已经做了这么多很棒的事。对，然后再来是爱医生最近另外一个叫的 Game Changer， 就是Netflix 有在播放的那个《茹素的力量》，他就讲到运动员啊，他怎么样用纯植物饮食来让自己的爆发力或者持续力维持在一个惊人的状态，其实都是纯植物饮食所带来的美好。所以这些都有医生去做认真的背书，甚至都拍了很多种的纪录片，我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多搜寻看看，真的是会让你眼睛一亮，哦，原来这么简单，原来这么有力量，我根本不需要去吃那么多药，我也不用担心我老的时候我会躺在那个病床上，然后成为一个无法自由怎么讲享受生活的人。我觉得这还蛮恐怖的，对吧？然后再来是我所有的消费的行为，其实哇，我都跟大地做连接了。我的购物袋里面我装的是所有大地的能量，我没有装进任何动物的悲伤和恐惧，这是最大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我之所以觉得这个世界开始我选择这些纯植物生活的美好的时候，我从我每个细节上面的微行动上面，我都觉得都会让自己泛起了微笑，对吧？是，好，看哦，像我发现的美好，对不对？我们今天还是要控制一下时间，真的。像你发现了什么，我们跟大家所有的线上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让他们不要觉得啊，好像吃素好可怜哦。好，换我吗？我要把我的
好像还好。好，在讲接触、有了哦。其实，在讲接触香草植物有什么益处哈、哦？其实这两张照片是我花园里面有一只流浪猫咪，然后它叫阿咪。然后你们看它下面它倚着的，它叫含情脉脉的这一颗就是猫睡草。大家应该都听到，猫咪非常喜欢猫草。然后也要告诉大家，这是唯一这十几年来我长得最好的一颗，因为后来再种的呢，大概都来不及长大，就已经，你知道吗？它非常的享受猫草哦，它会释放这个猫草会释放特定的物质吸引它，我在想是让它很疗愈、很放松。所以呢，我常常会觉得哦，你看动物，有时候我会觉得它是生命的老师，你看他们知道什么植物对他们的身心是有帮助的。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家的可多、哦、他总是喜欢在我把香草带回家的时候他都会去闻一闻。那我后来有观察到他最喜欢柠檬香茅，他会把它咬一咬然后吐出来，渣渣吐出来。那这个时候我知道他知道柠檬有帮助，柠檬香茅有帮助消化的功效，他其实有点不舒服自己在找药。那我常常都会觉得说我们人类有时候其实自诩是万物之灵哦，但是你看你反观动物，他们知道他们该去吃什么植物来舒缓自己的症状，让自己更好。但是而且他们还可以知道什么时候该迁徙，他们还可以预知哎会有灾难来。但是我们呢，我常常在想我们呢，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比他们高一等，但是我们的这些能力怎么都不见了。但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是因为人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太用头脑跟知识去过生活。那其实我后来观察动物，他们其实是用心跟直觉在过生活，这是最大的差别。那我发现其实我们人也可以换回来，因为这也是我们本具的一种力量，只是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失忆了，都忘记了。 好，那今天当然接触香草的好处，我想第一点呢，就不用太多做说明，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很知识性的，你只要找书来看 Google 就会有很多。那当然它绝对有从头到脚你哪里不舒服都有相对应的香药草。好，那我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香草植物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你跟它种香草用香草的这个过程，你可以感觉它的通感的体验。通感就是五种感官加上还有一个佛教讲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我觉得那个意，意识意念非常的重要、哦、那常常我在花园工作，我都会觉得时间过好快，因为我摸着香草，那个香气整个释放出来，风一吹过来，就一阵香，各种的香都飘过来。然后有时候阳光下来了，你就发现那个叶子闪闪发亮。所以整个在工作的过程，其实真的就被植物，就是被香草疗愈了。那更不用说采摘回家，拿回家先插在厨房的窗台，然后用它来泡茶，用它来做菜，这些东西都远远大过于我们都知道其实精油是提炼自香草嘛，很大量的精油才可以提炼出萃取出小小石墨的一瓶精油。但是对我来讲，我更喜欢直接接触植物，我觉得它是活生生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哦、这跟装在，当然我不否认我自己也都有使用精油，只是觉得对我来讲我更喜欢。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常常会觉得后来透过种植植物，我会发现我们其实可以去顺着自然的一个韵律。这怎么说呢？你们看左边这个是紫苏，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哦，这都不是我种的，在某一年我夏天我休耕了。那其实这也是大概五六年来我每个夏天都工作的时候汗如雨下，全身湿哒哒。有一天我想为什么不放手呢、哦、就是一直在那边除草。后来我就发现到每个长在这块地上面的草都有它为什么要长在这里的道理、哦、所以我就不去除它。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夏天就休耕吧。那有一年春天我就发现，当你把草除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盖在夏天会生长的它一样都在，
它并不会因为杂草淹没它，天气太热它就枯掉，它反而带给我这么大的惊喜。你看这个紫苏可能手掌心都不到的种子，它可能可以长成大概四五瓶多茂茂密密的紫苏，只因为我顺着自然的韵律，因为它该在这个时候开花结果，它该长大，我们就顺着它。对，后来我就发现说，有时候可能太用力了，我们人有时候都会抓住自己的一些标准，然后太用力的过生活。那后来当然也去看书才发现说，哦，原来犹太人他们有安息年，就是每七年土地都要休耕一轮。所以我在想，哦，这是古老的智慧，这真的是古老的智慧。那当然这个安宁日的这个哦，当然跟这个土地你会觉得没关系，但我也在当中学到了有不一样的醒思哦。应该是说有一年我去巴厘岛，那春天某一天晚上，他们是他们的安宁日，安宁日是他们的新年，但是整个城镇都要把灯关掉，都要待在家里，包括观光客都要在饭店里面不能出来。那天晚上呢，我就走到阳台，我就被我右边的这一幕，这不是我拍的，但我昨天在网络上找，但是我实际上看到的这个画面比它更震撼十倍以上，整个银河带在我眼前展开，这是这辈子到目前为止我所没有接受过的这种天地间的震撼，就会发现说宇宙这么的浩瀚，然后人其实是非常的渺小，所以在那当下其实也就会生出一种尊敬生命，然后礼敬天地的这种心。对，这大概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其实很难想象，其实只是种植香草哦，它可能带给我生命跟生活的一些体悟。是，好，就分享到这里。对呀，你现在先来，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做个结论好了。好啊，其实因为我是甜点做甜点，其实我还必须得把甜点这件事情做个收尾。嗯，但是我说真的，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啊，我觉得要真正的重点，除了让大家知道说，哎，两个女人家因为纯植物食物这件事，人生都得到了疗愈，得到了整个力量，在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应用在这生活上呢？因为你说啊，多好有多好，我怎么用，我怎么煮，我讲坦白话，欸，我们所有会香的料理里面会香的都是植物，欸，你没有发现，我以前在炖肉突然顿悟一件事情，我从叫做什么爆香油啦，葱香啦，下酱酱油去呛香啦，然后下料，然后下醋啦，甚至要卤的时候有卤味包啦，你要做糖醋，要做宫保，要做什么，还有什么，任何的料理，西式中式任何料理，它在前面提香的过程中永远都是用植物，没错，发现所有的过程中都是在运用植物的香气，所以我突然说，哎呀，太好了！我以后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些植物吧，就是把肉换掉，把动物性换掉，我把植物奶换成另外的植物去做替代，用换豆腐。其实这就是一个转换的一个灵机应变嘛，就是不要害怕说，我到底可以，我少了美味这件事情，我不干，我不要。其实大家都为了美味，美味是。所有感官里面其实算最重要的事情，对，你会放下很多事情，但是像现在我讲，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我的怎么讲，那个放一下我的投影片，好，我怎么运用在我的，我等一下，这个，哦，有放出来了吗？好，来喽，好的，
看到了吗？有，好漂亮哦！哇，这个画面好，好棒，很快的时间来讲，真的。对，所以你看，用成都甜点参与一场温柔的饮食革命，我们可在餐桌上进行一个很温柔的革命，这就是因为爱嘛，嗯，爱一切，所以我愿意去做这样的改变，甚至去把这个从中获得好处去推广出去。所以其实我后来在我的小厨房里面，你看到我的两只爱猫在我的背后，在支持着我。甜点的研发，哦，真的每个晚上是我老公的视角，他把这个很动人的瞬间帮我拍下来。所以你看，大家说要用蛋奶来做，我就想到刚刚我提到的料理的一个取代的想法，就运用在我的甜点上面，其实也是一样可以去执行的。比如说你把蛋奶拿掉，我用了南瓜，我用了果酱，我用了有胶质的水果来做取代动物性蛋白这件事情，它一样可以非常的精彩。我们快速的浏览过，你看左边这个是用有机豆腐不加一滴水做的 brownie， 一样的非常好吃。这些其实我们店里面，我不是在打广告，我是让大家知道说，哦，它真的是被执行的。右上角的是布雷，哦 ，crème brûlée， 然后右下角是鲜。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看看我的那个食谱书，然后去跟着一起做。像这个美丽的蓟花，它是用地瓜泥做的，用腰果泥做的，不需要用到植物性鲜奶油，对吧？又健康又好吃哦。那你看松饼、提拉米苏，哇，提拉米苏用腰果来做，然后再来你看那个叫布列塔尼，我们也可以做出来。饼干那就更不用说，然后你说这个是 cheesecake， 很漂亮吧？嗯，所以它好漂亮，都是依赖着植物性植物来制作，所以植物的能量都被我们大量的忽略了，所以我们的人类在植物的发现上面真的是百万分之一呀，还有对那个比例真的是低到一个不行这样子，哦。所以我们慢慢的发现，我们把纯植物这件事情极大化，把它很用力很用心的把它发挥出来，必须把这个这么美好的这个善念或者是整个的觉醒的这个去传播出去，让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这样的好处。所以我们看也做了外汇，客人也没说是素的这样，甚至为了证明纯植物好吃这件事情，我们还去参加了王品的创世代的一个比赛。我在所有的比如说很厉害的这些评审啊，大饭店评审，这厨师的评审下面，我想去听听他们对植物性甜点这件事情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跟看法，然后顺便也传达一下我们纯植物的整个推广的理念。那不小心的过了好几关之后，我们竟然得到了冠军所以非常开心。现在27分了，我就不分享那个影片了哈。对，因为再来就是到最后，其实你看我们一个素人从12年前开始，我们就不断的研发。像这本书，我的概念是说人生无常，我们可以留下什么给世界，去分享什么事情让这个未来的世界生命更美好。所以我觉得必须得要留下一本书才行，所以这本书就是我把我的整个研发的过程的整个的很精密的一些原理都放在这本书里面。对，那 Julia 我又来呼叫，好，让你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最简单可以运用在生活里面，然后跟植物有关的一些好吧，我来分享一个好了。刚刚有人在问茶，那我觉得这张或许你们可以拍下来，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接触一开始接触香草茶，或许你可以喝这个配方。那厨师的话，其实像紫苏啦，
然后像月桂啦，这些都有这些功效。那我其实也常在我的脸书会分享，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然后就会有一些食谱。那我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香草树蔬菜汤、哦、这个也是就是其实你说我的餐会是蔬食，我有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跟来参加的人说，那长了6个小时之后，他们都会说：“哎，今天好像没有吃到荤食哦。”然后我就说：“对，其实他们吃下去吃得很开心，很满意，他们也没有觉得，哎，今天没有肉，但哎，他们也觉得很舒服，身体很轻盈啊，然后很多植物的能量。”那这个我要特别分享，是因为曾经呢，我常常在冬天我都会煮，就是把香草扎起来。好，然后扎成一束，然后放在一个炖锅里面，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蔬果的精华，甚至你谷物都可以放下去。那你只要有香草植物，就像刚刚培培说的，其实我觉得它跟植物哦，就是香草跟蔬果、哦、我总觉得它们都是根植大地，所以我总觉得他们特别能够有一种同频共振，食物之间的同频共振。因为当然就是说，当然它有很强的那个，比如说增加免疫力，尤其在秋冬季节转换喝非常好。那也曾经有两个朋友，他们都是身心灵领域的，那不约而同他们喝了这个汤都说，请问这个汤里面到底加了什么东西，它太特别了，然后非常的有能量。那后来我发现没有，就是可能里面可能10-20种以上的香草跟蔬果不断的去炖，但是当然我发现他们在说的这道汤非常特别的，那两次其实我都有加的南瓜，我记得我印象中都有加的南瓜，对，所以这个香草树是我特别推荐给大家。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有种新鲜的，当然用新鲜的最好，那如果说你没有种新鲜的，我觉得用干燥的也是可以的。好，这个是最推荐给大家的，是，所以其实香草可以运用的面向非常的广。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有限，所以大概我的部分就分享到这边。但是希望大家多种香草，因为我们知道减碳，种植物也是减碳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对，好，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就是刚刚我们留言板上面有很多人对于两位老师的分享感到非常感动啊，也觉得非常收获很多。那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再让老师有一些进阶的课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刚刚那个问题的话，就是 Julia 老师已经有回复了嘛，就是一些适合夏天喝的茶以及祛湿的茶饮。那就是如果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其实Isabella 老师跟 Julia 老师他们都有脸书，我们都可以上他们的脸书去看。那其实我觉得他今天两位分享一个很重要重点，就是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倡导说，我们要过生活要符合所谓的联合国永续目标什么 SDGs。 那其实我觉得用饮食植物的这一个，就像 Isabella 刚刚说的，就是温柔饮食的这种革命的力量。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植物的一个它带给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转变跟人生转变的力量，也许它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可以打造更好一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方式。那今天我们就非常两位谢谢老师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就是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会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问卷，再请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帮我们填写一下问卷回馈给我们两位老师。那我们在 YouTube 的话，其实今天我们也有做了直播，那之后如果想再重听的话，也可以利用我们 YouTube 频道上面的影片再观赏一次两位老师的对谈。那我们就谢谢两位老师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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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谢谢。哇，现在好多，所以我这样直接结束就可以了。啊，我关到静音，谢谢，谢谢大家的参加，我觉得今天晚上真的很开心，好有爱，好有力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拜拜，拜拜，大家拜拜。去关掉这个。